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，还隐隐透出一股血腥之气。晋阁县财阀的信号，你来的倒挺快。我是担心你的法力平平，拖累我和严丹。你们快来看，是之前失踪的那些女子。这些女子是被割喉放血而死，看来并非是妖邪所致，而是人祸。难怪那小子跑得那么快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他身上设了追踪符。哦，那还不快追！哦，这边追踪符已破，他发现了。来人啊，有刺客！有刺客，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殿下不必担心，追踪符设有磷粉，灯火一熄，磷粉亮起，暴露无遗。思练功法，你诈我！你虽为人，为火之身却远胜妖魔，居然还以桃木符傍身，真是讽刺。堂堂万妖之王，还不是需要一个肉体凡胎相助？等着吧。别聊了，快点吧。哇，谢了。